哦，刚刚才又想起来又讲少两点，哪两点呢？PHP 搜索，还有那个自征型的那个 ID 什么的，还有就是那个 limit 分页，这三样。就是说，自征型。还有个就是那个，搜索。搜索关键字，还有一个是，多了。还有个是分页，什么是自征型呢？看啊，比如说我添加一条。然后呢，应该会有个 IDs 对吧？那什么都没有，这个没有啊。好，我来找一下那个啥，这个。这是什么？int，？int 型对吧？不能什么？不能为 null。那这个我也忘了啊，就是干嘛呢？这个是干嘛呢？我待会演示给你看。这个声明是那个编码，然后这个是数据库类型，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这个，还有一种是另外一种，就是比如说。你说，比如说这个，这个我随便说啊，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，我具体的我也忘了啊。看，比如说这个三个文件对吧？一个表明三个文件对吧？如果还有就是这个里面有两种写法，这是第一种写法，第二种写法的话好像是那个我忘了，就是也是改这个的，只不过是值不同意。然后改了之后，可能这个是变成一个而已，只是一个文件而已。我复看一下吧。对，这里，你看，再把它解构还开有，一下。一个是。类型。有一个是类型，马上有，应该是马上有高值了吧？合并呢？看到了？合并？怎么合并？上面视图算法，哦，这个哦，是这个？不是这个。上面是吧？不是这个。应该不是。那你再找一下。好吧，直接把这个，就这两个值啊，这个是好像是三个了啊，这个好像只是一个文件，再加一个吧，那个数据类型，这个讲了。
跟什么是自征型，也就是这个，我复制一下吧，重新一个。这个是个注释符。就是说以后啊，你不知道这个表名是干什么的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，然后这个有注释的，说啊，用户名的，懂吗？懂了。哪里出错了？哪里出错了？没有逗号啊。没有毛病吗？没有。看一下这个架构，这个结构，这个是干嘛呢？这是自动排的嘛？一二三四五六，等一二三四五。添加之后，它每个会自动。就这个玩法。就说以防删除用户名这些密码错误。没有毛病吗？没有毛病，自征型。OK， 那如果我想统治的话，分页吧，先讲到分页。分页的话 ，limit， 我要取从零条第零条开始取，取到第十条，对吧？你看，那么这样呢？就取一条而已啊。哦，不是，不是啊。从第零条开始取，我只取十条。对啊。对吧？那么这样呢？从第十条开始取，我只取十条，多少条？那也是十条。没有毛病吗？没有毛病。OK。那如果我想统治呢？这个数据库有多少个？有多少条数据？你要看这样啊，你最后面的那个，这样可以吧？或者是 ID， 或者是这个是用来统治这个数据库里面有多少条。OK。还有这个分页讲了，搜索关键字，对，百度一下语法忘了。这个，beak 吧。说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木木，青东一，
数据很多的时候，然后是好，那如果我把这个去掉呢？嗯，我把这个就一个百分号会怎么样？只取26的，哎，26和28的两条。错啊。哎，没有错啊。百分号代表前面是任何的数值。没毛病啊。这个为什么会没有显示出来呢？因为它后面的不查，不能，就是说，百分号代表了前面任何数据，但是后面它就要是要新。哦，想起来了、嗯，忘了，想起来了。那如果这样呢？比如说，这样就前面车，比如说里面的数据有什么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嗯，好。那如果这样呢？那就显示24条，24那一条，一条，好吧 ？OK， 这个都讲了吗？创建都讲了吗？你看一下。都讲了，没毛病。Okay。